请端坐。感恩师父，赞叹师父，感恩各位老师跟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午安。老师午安。今天我们要分享一段有一位才入门超过五个月的新同修的一段新的见证。这个同修呢，叫做赵元林师兄。这师兄他有一个女儿。女儿呢，她从五岁开始，她就发现这女儿是一个法传非常开的人。各位知道什么叫法传吗？就是人生法传。好，她的女儿呢，很容易被相应到一些灵性的状态，然后她也容易压抑情绪。从五岁开始，她就发现了，她跟她的女儿之间的互动总是很紧张，会有很多的负面情绪出现。她女儿出现的时候，这个状况出现，她会撞墙，然后拔头发，情绪非常不稳定。这个女儿可是她很特别，她来到师父座下，短短的两个月间，她就发现她女儿就完全不一样了，她跟她女儿之间的互动也不同了。好，其实今年她的女儿已经九岁了，就在前一阵子，在7月31号这一天，他们全家人一起去花莲的海洋公园一起去出游，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法传和她的女儿遇到所谓的我们都听过业力引爆灵障攻击的现象。那这个故事可以想亲自跟我们见证，这段心得让我再次的见证到了师父的法纪上所开示的，师父有感而发，末法众生苦，妙禅住世度，佛子满天下，圣化佛过时。如果没有师父，他真的太难想象了他的女儿现在在哪里。如果没有师父的妙法，这真是一发不可收拾，而多少家庭里正缺乏妙禅师父这样住世在人间的佛陀，住世在人间的名师。今天呢，他们全家人都到达了现场。当天他们全家人，包括元明师兄，还有他的太太张晶晶师姐，跟他的爸爸赵富雄师兄，妈妈赵柳金枝师姐，跟弟弟赵元璋师兄，跟他的女儿赵杰凯，赵杰凯当然九岁还没有入门。今天呢，元明师兄还有他的家人一起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见证，这样请他们五位出列。好，大家他的脚有点受伤，没有办法跪下来行五体投地大礼，可是他的心意满满的，所以他们现在一起来向师父行三大礼，请全体同修合十，请礼佛。请起立。请再礼佛。
亲戚的请在里头，请起身，跪立合十。那我们一起感恩师父，赞叹师父。师父、老师、各位同修，大家好。师兄来。我叫赵元斌，然后我因为我很少面对这么多人嘛，所以我有点紧张。我现在要分享一个，就是上礼拜三，然后我跟我的家人还有我小朋友去花莲玩的那个一段见证，师父大威德利度化救了我女儿的生计。7月31号那一天早上，我跟我家人和带着小朋友到花莲海洋公园玩，然后早上出门的时候要去搭客运的途中，就是我女儿看到路边有一只垂死的猫咪，因为他非常喜欢猫，所以他跑过去看，然后生了一个念头，就是好漂亮的猫啊，好可怜。然后我因为视察没有阻止他过去看猫，所以听到他的话，我就心中有点不祥的感觉。我告诉他说：“不可以说这个话，我们赶快离开。”然后一整天都在游乐场玩，看海豚表演啊。还是表演啊，然后玩一些游乐设施。到了下午5点，我们就准备出园，然后在海边的公路上等那个花莲客运，等了约半个小时，我们就搭上客运返回花莲车站。这时候，因为我女儿可能累了，在车上就睡着了。然后也没有发现什么任何的异状。到了快6点的时候，车子快到站，我的老婆张晶晶师姐就叫醒她，可是这时候才发现她突然全身僵硬，四肢伸直，眼睛软。本来她以为她在开玩笑，但是看到她的脸色铁青，嘴唇已经有点发黑，眼神也上吊。是白眼翻出来。那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全家都非常的惊恐，也非常的慌张。我老婆就抱着小孩，直喊：“不要吓妈妈，你不要吓妈妈，妈妈在这里。”然后我老婆晶晶师姐说，她相信师父一定会保佑解开一事。她只要用最真的爱，让女儿知道我们都陪在她的身边。然后我妈妈叫刘晶晶师姐。就在一旁焦急的流着泪，一直重复喊着：“师父，救救小孩！妙禅师父，快救救我们家的杰凯！”这种突然的状况，我没有办法再注意其他人的反应，只有心里一想：我一定要救我女儿，不管女儿有多大的业会转到我的身上，我都要试一下。那因为我没有被师父传过什么急救的法，然后我是自己想的。我沮丧里面有师父帮
帮同修弟子加持的动作，所以我就在观世音诸位后，心中不断的念默念的感恩师父、赞叹师父、感恩师父、赞叹师父。然后我在做这个加持动作的时候，眼球也不自觉的像师父在帮其他同修加持一样，会有快速上下转动眨眼的情形。然后约一分钟左右，是我感觉可能一分钟左右。然后晶晶师姐就说，女儿原来比较敏感的身体已经开始回温。然后她咳了一个很大的嗽之后，虽然还是没什么意识，但是也就没有往上掉。其实那时候我自己心里就知道，应该是师父来了，师父把我们的小孩救回来了。其实那时候我已经有一点安心了。然后再来就等救护车到，救护员来接手。然后在救护车到之前，我还是持续这个动作。上了救护车，我赶紧打电话给林鸿渐师兄，请他帮我回报，看看可不可以请师父救救我女儿。后来季真老师就来电了解情形，他请我观师父诸位心安心定来处理这个事情，真的很感恩师老师和师兄的故事，也觉得这个是师父的安排，要施显给我跟我的家人看。但这个过程我必须要忏悔，必须要跟师父忏悔，因为我要救女儿的私心啊，可能干涉破坏原有的因果的法则。我知道师父的灵性果是要保护我的，但是不是被我来用的，所以我很忏悔。这样的考验一来，我还是没有办法把持，全然的遵照如来法则来走。竟然想出这个异想天开的方法，很是忏悔。后来经过花莲慈济医院急诊的检查，以及超过12个小时的观察后，医生说解开一切正常，并叮咛回台北后一定要再找医院做脑波的检查，因为这个情形有可能是脑部不正常放电。但我心里很清楚，这是临终恶业的攻击，如果不是有师父，后果将不堪设想。经历这件事，让我更深刻地体悟到人世间的无常，说来就来，没有任何预警，而且来了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还好我有机缘遇到师父，而且有福报能入到座下，这让我跟我的家人能在最紧要的关头不会慌乱无助，只要依教奉行。师父真的会保护金刚弟子的家人。我才入门5个月，就获得师父殊胜的大威德一部话，真的很感恩师父，赞叹师父。感恩师父，赞叹师父。我入门2周，我就发现我女儿的情绪有很大的改善，因为我女儿以前就有这个情绪障碍的问题。找过艺术治疗师，也找过心理医生，然后我也让他学运动、学画画，希望能够疏解他的情绪。但实际上和期望上是有落差的。不过就是入到师父坐下2个礼拜后，我就明显发现已经有改善，而且不需要再到医院追踪。然后我和我老婆之前也常常会因为意见不合，所以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在家庭上是比较融洽。但是在入到师父座下之后，我也很感恩我的老婆了，晶晶师姐。因为其实我刚入门的时候，就是她全力的鼓励我，
来参加这个禅修，后来他也加入我们，所以我们的整个家庭是完全改善。我们到现在我们没有再吵过一次架。我知道师父给我在生活上跟工作上随顺圆满，让我有多出很多的时间。其实这个是要让我在多出来的时间花在修行上，花在依教奉行上，而不是用来享乐。所以我要向师父发愿，我要更积极的依教奉行，成为师父可以大用的法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利益十方众生。以上的分享见证，都为真诚属实，若有不实，愿负一切的责任。感恩师父，赞叹师父。让我们再次感恩师父，赞叹师父。